姐。哎，老弟，好几天没来呢。你今天咋没穿我送你那袜子呢？我不能天天都穿那一个吧？谁知道你什么时候来呀？好几天也不来。哎，我帮你，我帮你整了。不用不用。我帮你整，哎。是要剪头还是要洗头啊？我不剪头不洗头就不能来了吗？能来。那个，帮我洗个头吧。什么啊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感觉你好几天不见又好看了。这两天，哎，七七干啥去了？上班吧。我来点也没看着你呢。你来了吗？你来了吗？我来没来呀？你干啥去了？七七嘛，肯定是努力工作呀，这还用问吗？努力工作，哪没有对象？去找。哦。哦。不相信我？信。好。我信了。姐，那个。嗯。没事。我感觉脸怎么稍微红了呢？没红。啊。看错了吧？是吗？嗯。啊。你笑啥呀？你别老看我。人们不都喜欢美好的事物吗？是不？你看我，我不好意思。有啥不好意思？这屋就咱俩没别人。人多我就不这样了，就是因为人少。害羞了？没有，不会害羞。啊？不会害羞。是吗？嗯。你都不敢看我。笑啥？哎，真脸红了。没有，太热了，太热了这屋。那小狗咋又叫了呢？他就是无聊。是吗？要不给他找个对象呢？不行。他是女孩。女孩咋就不能找对象呢？谁说的？谁说女孩不能找对象？你单着挺好的，我都单着呢，他凭啥找对象啊？那姐，你是不是可以不？嗯。啊，没事。好了吗？完事儿。你今天为啥给我洗这么长时间呢？今天没人，是吗？多洗一会儿不行啊？就是因为这个。那你想是因为什么？没有别的吗？你快点坐。后背我给你弄一下，全是头发，刚才忘弄了。那个，嗯，完事儿去吧。我走了。都完事儿了，你不走你干嘛？那我走了，你别啊。拜拜。哎，我先上到卫生间搁哪儿了？在里边，里边。啊，打开啊。好嘞。那个，我完事儿了，然后我先走了。哦。对了，那个卫生间那个门好像坏了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关不上了吧？啊。我瞅一下啊。是吗？谁知道咋回事儿？哎。